石灰石的化学式。石灰石的化学式为 CaCO3， 其主要成分是碳酸钙，是大量用于建筑材料、工业的原料，也可以直接加工成石料和烧制成生石灰。石灰石是以方解石为主要成分的碳酸盐盐，是一种在海、湖、盆地中生成的灰色或灰白色沉积盐，它是用途极广的宝贵资源。在人类文明史上，以其在自然界中分布广、易于获取的特点而被广泛应用。在现代工业中，石灰石是制造水泥、石灰、电石的主要原料，是冶金工业中不可缺少的溶剂灰盐。优质石灰石经超细粉磨后，被广泛应用于造纸、橡胶、油漆、涂料、医药、饲料、密封、抛光等产品的制造中。